第一天的第一张订单就中奖了，说非常的高兴，藏不住的兴奋好心情。因为参加安利经济报喜好运大乐透活动，伙伴幸运抽中时下最夯智慧型手机 iPhone 7 Plus。 刚好我组内都比较多家庭主妇，或者是需要就是家庭用品的部分比较多，把那个要买的产品赶快集合起来，对，而且还可以集气。陈玲敏号召伙伴老定酒老卡，在春节档期补给家庭日用品，还有好礼双重送。能在超过200,000笔的奖券中幸运获奖，对于筹集即将带来的智慧新体验，他直呼好期待。我在十几年前，快20年前就开始用这个数位的这个助理，在我们的那个管理上非常方便，所以我是一个数位阿嬷。这些细节这些的都可以做介绍。同样获得 iPhone 7 Plus 的钟雄化，早就迫不及待使用新手机，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性。不过，对于能顺利获奖，他有说不完的感谢。失去零售推荐服务，然后一个去拜访名单，然后就是好好的去跟进跟门服务这样子。很感谢有一笔订单是有一个朋友订了将近100罐橄榄油，那也因为这个机会，就是让我就是有很多抽奖权之外，也带动我们团队对于就是业绩这个目标的重视。轻松动动手指就可以向亲朋好友介绍产品故事和营养资讯，再也不用大包小包，透过小小视窗就能一目了然。伙伴们的直呼参加活动就可以为自己的事业更加分，真的很超值。安利新闻综合报道。